这个有一班火车伫咧经过阿尔卑斯山度假区的时阵，技术故障，造成火车摆尾。目前有五个人死亡，四十多人轻重伤。列车摆尾的现场，车厢东倒西歪，和吊车吊起的车厢一边严重和地甲变形。这个在德国巴伐利亚一个阿尔卑斯山度假景点附近的摆尾事故发生了后，当地警消紧急投入救援，也发现愈来愈多伤亡人数。Ich kann Ihnen die traurige Mitteilung machen, dass die Bergungsarbeiten noch ein weiteres Todesopfer zutage gebracht haben. Damit haben sich die Todesopfer auf die Zahl 5 erhöht. Daneben gibt es 44 Verletzte, einige davon schwer verletzt.巴伐利亚交通部长尼伯特向地方媒体讲，事故有可能是技术故障引起的。加上德国为六月开始推出三个月月票补助方案，一张月票只需要台票283块来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有真侪学生族群坐车要登家乡过圣灵降临节。谷歌车顶至少有140人坐车。核建设单位烦恼有搁较侪牺牲者和跌跌车厢下边。目前大家咧根据陆续刷走车厢，进一步确认事项的状况。刚刚发生列车排练事故的，阁有中国。七夕迄一天，中国一列为贵阳北站开往广州南站的高铁列车，伫要出贵广线永江车头正前的防空口的时阵，弄到流入铁轨道的土石流，造成七号甲八号两节车厢排练，一直出到车头月台才停起来。这个事故引起列车驾驶死亡，共至少八人受伤。列车其他136名旅客嘛，伫个事故了后，经过铁路公司的安排转运疏散。有当地居民表示，原本列车无要停永江站，所以出崩开时阵无减速。经过司机看到土石流了后，虽然紧急打档啊，列车也是为崩坑口出900公尺，弄到车头月台才停落来。目前铁路部门甲永江关拢已经派人救援抢修。但是详细事故原因，阁会等官方进一步调查。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